龙眼，卖龙眼，卖水蜜桃，卖水蜜桃，卖水果，卖水果，水果便宜卖啦，水果便宜卖啦。哎，我说你这个人咋回事？我叫一句你叫一句，你干嘛这？我在这里卖我自己的，关你什么事？我说你这人可真有意思啊，每一次我白拿你就跟着白拿，你是不是又跟我回家？谁要跟你回家呀？我是走家的。瞧你长那样，这条街是你家的吗？不是在这儿卖我自己的吗？我说你这个人呐、啊，卖水果可真有意思啊！我卖五块，你就卖四块五；我卖四块五，你就卖四块；我卖四块，你就卖三块五。你看，就你这样，应该也没比我卖多少吧？100万的话，你想干什么？100万呢？嗯，如果我有100万，我就要开个水果店，里面卖各种各样的水果，每天赚很多很多的钱。还卖水果？对呀、啊。没见识，没远见，啥见都没有。你知道我要是有100万的话，我会干嘛吗？干嘛呀？要是我有100万的话，我就买10个特大的棚，里面